啊，你看张继科这个力量很大啊，而且球呢又比较稳。哇，真打上了！你也用那鞋底儿一下，能防住。大家看看这个。啊，这个灵活性非常高。二德内尔就是已经把这个乒乓球啊打成简单化了，本来是复杂球，但他打成简单化，放个短的。啦啦啦，也看了以后感觉到很兴奋。啊，确实啊，这一项运动除了他。Ratlosigkeit. Es ist unfassbar. Der Schwede hat nur noch. Der Weltmeister trifft mit der Vorhand statt den Ball. Dass sein Finger nicht dazwischen war. Das neue Spielgerät ist in Ordnung. Es kann weitergehen.That one over the net. Thinkable shot. Let's have another look at that. How about this for a shot? You can't do much better than that. 尽管在国际大赛中，刘国正的名气呢远远的要大于汤鹏，但是两个人之间的交手，汤鹏要占据的上风。啊，这个球非常有意思。刘国正这球没有能够回好，打在了拍子的上部，飞得非常高，结果这个球啊掉下来之后居然是落在了唐鹏的桌面上，非常有意思。刘国正得分，所以他也很希望大家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没错，小球，没有符合你的要求。孔子拜观音的对。
啊有这一招我换个桌那个副审走到哪里去了？别打，别拜拜。他在桌后面打，越打越对。Power, power, 都直接 power。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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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还想去救那个谁？原来桌球可以这样打，哇，太有趣了！